同埋海，往往系一个民族感情之所系。我系一个生喺香港嘅人，对维多利亚海港会有一种完全嘅认同感。而生活喺中国大陆嘅中国人，佢对黄河对长江好可能都有一种深厚嘅感情。但系对于嗰啲移居咗英国嘅香港人嚟讲，佢哋感情嘅寄托会唔会就系呢一条泰晤士河呢？呢一位系文志忠，英文名叫做阿 John， 阿 John 就系由中文名阿忠而嚟嘅。佢四岁嗰年跟佢妈妈到英国同爸爸团聚，喺英国住咗30年。而家除咗经营楼宇买卖贷款之外，又同人夹粉开咗呢间餐馆，赚钱之余又从事政治活动。而家系 Luton Limbury 区嘅保守党区议员。他说那区一共有四个有资格投票的华人，其中一个就是他妈咪。Patrick 文富祥在英国出世，今年亦都是34岁。他有一个仔一个女，两夫妻夹手夹脚在东伦敦经营这一间英式快餐 Fish and Chips， 专做街坊生意。文志忠和文富祥在英国30几年，受的是英式教育，拿的是英国护照，照理是100%的英国人。但是当我问他们是什么地方人的时候，他们都不能够很肯定地回答。你说什么人呢？事实是很难说的。为什么很难说呢？我们自己即本身是香港出世，事实是香港人。你想想，小个几岁大来到英国，嚟到英國咧，你會接觸英國嘅環境。不過啲西人咧，永遠唔會覺得你係英國人或者佢哋本地呢啲西人。咁樣你喺英國大接，即係接收佢哋英國嘅教養啊，或者佢哋啲思想。咁到你翻香港嗰陣時咧，你講嘢咧唔多唔少都有少少口窒窒啦，同埋有或者好多字都唔識啦。咁樣翻到香港咧，就香港啲人咧，你一出句聲咧，就知道你不是說香港的土地的人。如果在英國就覺得我是中國人，但是如果回香港，即是 回自己鄉下，就覺得我是一半一半。好像即中國人即以前會笑我做鄉租仔，就是這樣的感覺。即說話還有即態度的東西完全不同。對自己身份的矛盾和不肯定，大概是海外第二代移民的情意结，因为他们的父母由香港而去，他们从小在父母口中或多或少知道一些自己祖家的事，有意无意之间保留了若干中国文化和传统思想。文志忠的爸爸是落马洲附近的洲头村人，文志忠自己亦都在过去30年之内时不时回乡下探亲。而文富祥呢，就在英国大学毕业之后回他乡下大埔太亨村住了5年。他说那5年改变了他的一生。好像以前呢，即当自己是英国人，其实老实说但住过那排虽然或者中国人不当我是中国人但我自己会觉得我是中国人。为了要跟他的亲人沟通，文富祥还在中文大学学习中文和广东话。以前我唔識啲嘢，好似我自己屋企啲歷史啲嘢，以前我唔識，但係即係後屘我就學到中文，可以同阿爺阿嫲傾偈，即係知道佢哋以前嘅生活，知道即係我太爺啲人、阿伯啲人即係知道自己有啲 roots。如果你唔可以同人哋講嘢，你就冇可能識得佢，即係唔可以溝通。溝通。4岁才去英国的文志忠讲中文就完全没有问题，他讲的一些时下流行的说话香港人都未必个个识讲的，譬如他识讲大细超、秘捞、去 wet 等等。虽然讲中文那么流利，但是文志忠依然有自卑感。自己知道自己有少少自卑感，就是真的不识中文。为什么不识中文？可以说没有读过中文书，我是识讲，好彩係識講啫。咁樣點解
你話要對香港有少少陌生，就係最簡單，有個朋友約我去飲茶，佢就中啊約你去陸羽飲茶啊，咁我話陸羽啊，咁咪寫咯，咁寫我唔識寫中文啦，咪照用英文音拼咯，拼翻陸羽寫咗喺張紙度，咁我就喺邊條街啊？佢喺 Stanley 街，我 OK， 咁咪又照寫翻 Stanley Street 點啦？咁我就咁我冇問佢咯，即係個門牌喎，諗住去到誒、哎、差唔多嘅實有啦，咁一去到。我哋最記得企喺陸羽門口，咁企喺陸羽門口嗰陣時咧，就左望右望，我話慘啦，即係啲和傑啦，我話睇到個個牌都冇一個寫住陸羽喎，中文梗係有啦，不過我唔識睇喎，咁啊睇到我就喂啊問下個人啦最好啦，咁就問一問佢，喂先生啊，你可唔可以講俾聽陸羽啊茶樓喺邊度啊？佢望住你，你問吉㗎？我哇點解香港啲人對我咁樣啊？我話先生對唔住我唔識中文，我真係唔知道。啊！你玩嘢啊？做咩？你有咩你唔識中文？你同我講中文，你還識中文？哦，咁我真係唔識嘅，我唔識睇中文啊！即係佢唔信。我話嗰間咪係咯。咁我一望一望，企喺門口。唔通就係呢啲生活嘅片段，以及一啲佢哋喺香港逗留嘅零碎印象，令到佢哋對香港充滿感情，以至覺得翻香港好似翻屋企一樣咁親切。喺外國見到中國人，仲開心過執到金。講翻我四歲嗰陣時。我行出街見到個中國人，我好開心。點解我會開心呢？仲可以執到嚿金，我會話：喂，媽咪媽咪，睇下嗰有個中國人。點解我會咁做啫？我都唔知道我點解會咁做喎。究竟點解我會咁做呢？嚇、啊！即好似今時今日你問翻我，點解你會翻香港？我唔知啊。不過我知道嗰啲係自己人嚟噶，嗰啲係香港人。即係好似我今年翻過去，就住過一個月，我都唔想翻嚟。其實應該住兩三個禮拜，我都唔想走。但係點都要翻嚟嘅啦。不如我話香港可以做乜嘢？我問你，三十幾歲冇即係冇做過嘢，邊個請你做嘢啊？點解唔想走咧？嗱，譬如講，如果你喺英國嚇，你行街，係一係啲人即係白人、黑人或者係差係咪啊？好少中國人嘅啦。嗱，如果我喺香港，我一落街去邊度，個個都係中國人嘅係咪啊？feeling 係唔同，好難 describe。文富祥同埋文志忠呢兩位姓文嘅新界人係英國嘅第二代，彼此並不認識。但係根據新界文字族譜記載，佢哋都係文天祥嘅後人。文志忠係文氏嘅第二十二代子孫，而文富祥嘅輩份就低啲。文志忠對自己身為文天祥嘅後代非常驕傲，而且有意向呢位祖先學習。我啊對歷史呢方面咧就係好有興趣，咁啊睇翻啊啲即係祖宗啲書啦，就可以講話啊，即係聽我啲阿叔啊、啲阿哥講啊，當初啊即係我哋文家係點樣啊成立翻嚟噶？由文天祥啊到今時今日啊，佢係為咗個國家嚇唔希望個國家打仗去講和平，明知嗰個對方嘅咧就好野蠻嘅，佢話。啊，咁啊分分鐘去真咧就係替死噶啦。咁佢都咁勇咁偉大，為個國家，寧願希望有一線希望都去搏一搏。咁而家睇到香港今時今日咁樣咧，就整到我真係覺得好失望啦。即係次次翻到去都聽到啲人話：哎呀，又要移民去邊度，又要走去邊度。啊，即係我到底咧就係成日有個期望咧，就希望可以翻翻香港，喺香港做事。啊！即係為翻我哋自己啲香港人做啲嘢出嚟，係咁樣。粵曲《黃超軍》裏邊有一句曲詞話：身在湖邦心在漢。我到而家都唔明白點解人離開咗家鄉越遠，而眷戀家鄉之情就日濃。或者呢幾句歌詞最能夠表達海外華人嘅心聲。原來中國人呢三個字係擺脱唔到嘅。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